这位吃西餐的是我大哥，他叫胡万章，一个想开餐馆的杂货店老板。他正在努力地提高厨艺，但好像效果不好。今天晚上，我们要去干件大事。问我是谁呀？他们都叫我胖三儿，一个白白胖胖的小鲜肉哦。我们还有个女儿，叫妞妞。大哥，大哥，护照了。这玩意哪整来的？二麻是这儿买来的。你不是说性价比高吗？10万块呢，你就给我整一堆废纸啊！大哥，这上面复印社电话还有呢。大哥，我找着你。请一嘴对对胡四连杠，杠上开花，大吊车，十八罗汉，单挑四魔，一共108法，108法，早上给他们算算。辛苦了，大哥，行不就行，意不意外？哥，你看你胡的啥牌呀？别闹，哥。哎呦，万子啊，你这个算是咋胡的呀？108番翻3倍的呀！万子，千万别怪九哥，你得知道欠债还钱呐。九哥也不容易啊，就你这破房子，顶多我给你算利息。啊？九哥，就是想让你办个小事儿。看清了啊！把他的箱子给我带回来，咱们的账就清了。要是办不好，你们两个还有个女儿吧？是叫妞妞是吧？啊？要是妞妞有个3长2短，我这当叔叔的心里也过意不去。要是敢杀害妞妞，我弄死你们！我看非常有必要当面交易，哈哈，不见不散。收拾东西，出发。没听见呢？Thank you.
怎么回事？你这咋了？你这咋了？我说你算计我，算计我啊！让我给你擦屁股，擦屁股啊！哥，马爷，马爷，马爷，哥，你看，你的手都流血了。你别拦着我！我拿妞妞威胁我，威胁我是吧？真拿妞妞威胁？媳妇，小心！不能自己，别打我，别打我啊！救命！小姐，救命！看我弄死你！行了，这事就废了就。哥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咱们的妞妞跑吧？跑？这么大点地方，往哪儿跑？你以为那个王八蛋他轻易放过咱？妞妞离了医院现在都有危险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找到那个东西，不然咱全抵他娘完蛋！我操你！你在想啥呢？哥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。是不是谁都能欺负咱？小人是这个鬼转的。嗯，咱得赶紧去探探路，先把那个人找着再说。嗯，好，走。哎，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？哎，先生，请问您是住店呢，还是订餐呢？哎，住店。哎，住店，那真是巧了。我给您推荐一下啊。在您右手边乘坐13路公交车，坐三站台下车，有一家蓝宝石大宾馆，特别符合二位的身份。那那吃饭，吃饭的话，在蓝宝石大宾馆旁边有一家紫水晶大排档，也符合二位的气质。哎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呀？啊，绝对没有啊，绝对没有。美哥，咱们有车牌号，要不咱们去停车场吧？那停车场在哪呢？停车场就在我们尊贵的酒店后面。但是我看二位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好的，张亮，起来着，不三不记得哦。哎，我以为你找着了，弄啥了？哥，这后面几位数我不记得了。你怎么那么笨？555Z6，找去。哎，对对对。你这一堆破院子什么时候弄开的？起来。哎，哥，你这个我见过，这一根啥都能打开。哥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专业啊。
等你们半天了，怎么才来啊？怎么现在找代驾还送保镖啊？这安保服务一条龙啊。我给你们五星好评。啊啊，先生，哎，上线上线。你不准叫我先生，从今天开始要叫我朱董。好的好的，先生，没问题，先生。来来来，喂，托尼，啊，知道了，新天地健身嘛，戴白色礼帽。你说搞这么复杂干嘛呀？东西就在我手上呢。明天不见不散，么么哒。怎么还不走啊？兄弟，干了这杯，还有三杯，我随意，你干了。不卖，你懂个屁啊！人与一根烟壶都卖几千万，这算个什么？万哥，刚才董妈妈说什么？新天地健身，白色礼帽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现在赶紧把这个箱子给那个王八蛋送过去，先聊白聊。师傅，慢点儿。李医生，好，我先聊，我先聊。想你了，妞妞。爸爸，你的眼睛怎么回事啊？没事没事，出门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。妞妞，你乖不乖啊？乖。护士姐姐夸我坚强，那是送给爸爸的礼物。
爸，这是我们的秘密，回家再查。啊，妞妞真棒。妞妞病情突然恶化，脑部肿瘤手术要尽快做，不然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你们赶紧把住院费和手术费交一下，不然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。李医生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想办法的。那就拜托您一定要帮我们照顾好妞妞，拜托您了，拜托您了，拜托您了。范哥，你去哪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关什么时候？我是不是我？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这难保了，你现在怎么救妞妞？哥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有办法是吧？妞妞，你想想，你想想。哥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。你他妈还不明白吗？现在不是咱不想救，现在是你自己都救不了自己，你怎么救妞妞？万哥，万哥！哥，你放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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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手！万哥，妞妞的爸爸都救不了他了，放开我们，我们就不要他，那究竟该怎么办呀？哥，难道就真的没办法了吗？有，车又坏了呗。这啥破车呀、啊、大哥，要不咱把它扔了吧。把你也扔了呗。啊，下车退。一二走。歇会儿吧，啊，大哥，咱休息一下吧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要不咱把车扔着，拿个车走吧。你说啥玩意儿呢？啊，咱大老远过来的，车跟了咱一路，这也是凶的呀！啊，扔了他，那叫啥呀？那叫背信弃义，知道不？啊！我不会抛弃他，我也不会抛弃你们啊！哎，咱们这次香港之行也失败了，为啥失败啊？还不是低估了国产手机的实力啊？咱倒腾那亚力手机，我瞅没啥希望了。我提议，这次交易过后，咱回家开个乡村大舞台，咋样？大哥，我给你当团长，
张哥，我跟陈准呢，你拿着去。登月历来是今天啊，大年初一头一。哎，好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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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，啥玩意儿？干啥呀？喂，过来你！李鹏哥呀，我已经到了，就等你了。兄弟，你放心，你石板哥在社会上是出了名的守信用，虽然出了点问题，但是不会影响咱交易，啊！那好啊，石板哥，我们不见不散啦！哎，给我推，推推推，使劲来！一二走走，哎，大哥，等等我，明天就是我们健身房第一届全民健身杯，为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，为了我们下一代的身体健康，我们要时刻准备，全力以赴。我们的口号是什么？健身你我的幸福一大家，靠靠靠靠靠靠靠，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。你们的热情在哪里啊？经理啊，你看这海报贴这儿行吗？低一点，再低一点了。哎，这样行吗？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了。跟我说说，这是怎么一个情况啊？哎，经理，你别这么看我，我刚进来打扫卫生，就发现这一袋子钱。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这钱还不够我买辆车的呢。再说了，我也不会用那么多现金拿出来显摆，是不是霍霍？你说的没错，事已至此，看来已经隐瞒不了我的真实身份了。你没错，我就是传说中的阿拉伯王子迪卡尔·穆罕默德·贾卡伯杜·安马斯。作为一个隐形富豪的我，本来想把这笔钱拿去装扮我的潮牌服饰，
不想到今天还是被你们发现了，也希望大家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小伙呀，侬是不是觉得跟王国熟了就可以把我的智商放在地上反复的摩擦了？发哥，就凭您的智商和才华，在我们健身房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！你知道你和巴菲特差哪儿吗？就差一个机会啊！这机会呢，就像秃子头上的一根毛，哎，你抓住了那就是你的，抓不住那就飞了呀！深思熟虑啊，这个决定，我们把钱分了吧？啊，那咱们开始吧。Stop！ 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实验，侬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，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这个样子吧，这笔钱呢，先放到我的办公室。等这个失主来了之后呢，我会原封不动地还给失主。别呀，经理，你让我再感受感受。不是，我说你也胡混，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？你干嘛腐蚀我吧？你看这花纹，哎，这号码怎么一样一样的呢？啊？假的！啥玩意儿？个电话也打不通啊！我去！哎，大哥，你看这个。这破瓶子几百万，咱们以后倒腾古董得了。别他妈废话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啥玩意儿啊？啥玩意儿？没啥，大哥，没啥。啥？这真没啥，真没啥。小样，学会藏私货了，哪整的？这不嘛，香港新一堂鸡哥走的时候，给我留个纪念品。我早就想孝敬你了，大哥。仓鼠啊，大哥，知道你大哥走南闯北不容易，是缺个傍身的家伙，大哥就啊心领了啊，大哥谢谢。哎呀，出发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一会儿少说话，按计划走。哥，我有点紧张。瞧你那个怂样，以后别忘了，我演那个胖子，你演我小弟，知道吧？嗯。听电话里边那意思，他俩应该没见过面。翻身就看这一把了，哥，这个车钥匙能不能交给我保管，让我壮壮胆？那点出息，慢溜点，走了。
炒作的广告都打成新闻了吗？啊？哎呀，看来没过多久，这个明清的瓶子又要涨价了。哼。剪头条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咱是装的啊！我喝。果汁无糖的。可可，嗯，你说那袋钱要是真的，那该多好呀！啊，想什么呢？我说，你要那么多钱来干什么？怎么着，你很缺钱用啊？你缺钱了，跟我说嘛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养你啊。喂，我一大老爷们要你养啊？你看看，这是啥？这就是资本。不行不行，这要是动手熟嘞，咱不是他对手啊！还是下去看看吧。你们想干嘛？你谁呀？我是这儿的私教。你们是谁？哥，私教是不是保镖的意思？我可是。找刘老板。找我们经理啊？直接进去找他不就行了？走。你们认识啊？
我哥说你秧歌扭得特别专业。这个二位先生真是幽默风趣啊，有什么事请我们坐下说啊。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让二位先生见笑了，我给二位倒点 coffee 啊 ，coffee 啊。二位先生请慢用。请问一下，二位先生来我们这里是想了解一下游泳、健身还是办卡呢？我们这里设施齐全，环境优雅，保证让你感觉到家一般的感觉。干嘛？我问你啊，这是解放西路吧？对呀、啊。新天地健身？对啊，当然是本市唯一一家规模最大、设施最全、服务最人性化的综合性娱乐健身会所了。那你这个帽子还挺时髦的嘛。您是真有眼光啊。实不相瞒，我平日里啊对这个时尚也是颇有研究。我老主走南闯北那么多年，第一次遇到兄弟这么讲排场懂规矩，不就是见个面吗？你看你还起个茶，真的了，多不好意思啊！你看，那个二位先生认识我呀？都是道上混的，谨慎点儿。明白。昨天晚上咱们还打过电话。么么哒。这东西都给你带来了，再装看就没意思了啊！如果二位不是来本健身房办卡的话，请出门右转。这火气还那么大？还火火，把这两个二逼给我赶出去了！哎哎哎，兄弟，这有话好好说啊，你怎么还骂人呢？还火火，我跟侬说话，你听见没有啊？行了，别喊了。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俺是主老板带的人，明白？不是谁是主老板呢？啊，哪个又是你们的兄弟啊？侬看看你们两个，一进门起就开始满嘴跑火车。你再看看你，脖子上挂个高仿的车钥匙，时刻提醒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一辆奔驰，是吧？我这个可是真的。侬不要以为弄个高仿打火机就可以骗过我的眼睛了啊！侬再看看你们两个，一个营养不良，一个营养过剩，穿的好像还是80年代后现代摇滚风，一进门就拉低了我们健身房的整体档次，有没有？两个土包子，出去出去！哎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你这个小四爷！哎，我告诉你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谁要动口谁是狗的啊！哎，你再说一遍，你说一遍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快去你往东！再说一遍，你让我说就说啊！那我这店长的身份往哪里放啊？要不是这个东西在，我真非得弄死你小四眼！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。这个东西你们从哪里搞的？你管我去哪弄的？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，兄弟，误会一场，我和朱老板是好朋友的啊。正所谓这个人在江湖嘛，防人之心不可无了。你要是早把东西拿出来，不就没有这些误会了吗？侬说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那个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。我也是很有诚意的。你干啥？你信不过这个四眼兄弟啊？人家还是拿假钱骗的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哎呀，你看这个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伙人不认识一伙人，你看。哎呀，兄弟不点一点吗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出来混讲的就是个诚信，是吧？江山易改，逆水长流，咱不见不散啊！走了。哎，那。我早就说过，只要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看，我们做到了吧？啊！
为我们鼓掌啊！说你多少次了啊？咱们江湖中人，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，都要保持最完美的状态。你瞅瞅你们啊，瞅瞅你们，把衣服给我穿好了。大哥，我连衣服不见，都啥时候还衣服呢？出发。哥，我第一次借这么多钱，有点出息。你那是跟我欠过似的。把他俩我看好了哦。OK， 茶叔哥。哎，我大哥说你钢管舞跳的不错哟。不是我说还有完没完啊？啊，你们又是谁啊？真的，咱们文明不如见面呀。可算见着真人了。哎，兄弟啊，我说你隐藏的够深的，光这么好找啊。我什么我呀啊，来你瞅瞅我给你打多少电话啊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再看着我了啊。哎，对，我大哥在江湖上混，从来都是讲道义守诚信。今天可不是我们来晚了啊，是你电话打不通。哎，什么？你也不用道歉，我大哥那也不是个小气的人。哎，兄弟咋了？嗓子不舒服啊？不是，没有啊。没有啥呀？你倒说话呀。哎，对对，你说话呀。你看我大哥一人搁这说脱口秀呢，大哥他离我有点远。还他妈抢我词儿啊！行，你不说哥也不听了啊，咱们兄弟一场，你也不用给我解释啥，来吧，办正事。等一下，到现在为止我好像一句话都还没有说。只要你这东西货真价实，我这儿绝对没啥问题啊。能说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来，让你瞅瞅我们的诚意。哎呀，我他妈让你拿烟了吗？东西呢？东西呢？啊，对，哎呀，三儿，咱现在有钱了，说说你要干啥？哦，哥，我从孤儿院出来就一直跟着你，你有啥追求，我就有啥追求。我要开个餐馆。从小俺家就穷，俺妈辛苦一辈子了，连聊都没吃上顿好的。打那时候起，我就发誓一定得开一家全市最好的西餐厅，每顿饭免费，让那些没有饭吃的人都能有个地儿，
名字我都想好了。哥，叫啥名？保密。我给你端盘子。行。走，去医院。四郎，啊，你嘴怎么红了？哎呀，看着没，板板又登登，我们要的东西呢？我怎么知道你们要什么东西？我什么我？你给我快点！哎，我发现你们这么快是一伙的啊，那个都不听人说人话的。哎，仓鼠啊，大哥，我讲了以后你做大哥呗？啊，大哥，你能不能别跟我开这个玩笑？我知道你一直很欣赏我，但是我总觉得我自己欠缺点什么。你知道你欠缺点啥吗？大哥直说。你他妈缺心眼儿，别去。来吧，兄弟啊！大哥，话不对呀！哎，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！怎么就不对了？和新闻上一模一样的不说，能看到门口那个美女没有？人家可是鉴宝的专家，从釉色到做工，那都是有规有矩的，绝对的货真价实，物超所值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瓶子……哎，大哥，这跟新闻上一模一样。兄弟，你胆儿多正啊！遇到你板哥这么不差事的人啊，虽然你临时改变交易内容，但是我也能理解啊。也赶巧了，我有一些收藏这个罐儿瓢盆的习惯啊。这你看这，唐三彩色儿多正啊！这个瓶子是。行了，兄弟，你哥这次出来的也急啊。钱就带着这么些，这箱钱就当定金了，大不了以后我民间大舞台算你一股啊，再给你个副董事长的职位啊，够意思不？你不用谢我，兄弟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老实点啊。我觉得这老妹长得太让人稀罕了啊！哎，干嘛的？他要是能看上你，我北城区吴彦祖的脸往哪儿放？老妹你好，我是东城小霸王，我叫彪彪的。不知道你对明天大舞台感不感兴趣？我是个搭档。你那儿是不是有什么狗熊走钢丝、狮子跳火圈什么的？对了，耍猴用。老妹儿啊，别睡猴，就猩猩哥都给整过来。哎，可可，别跟这个大舌头废话。哎呀，哪来的小白脸？说什么谁大舌头呢？哎呀，谁搭腔我就说谁。跟你说啊，别打他主意啊。哟呵，看来是想英雄救美是不是？真是不知道我陈老师被我这吓大是不是？你还以为我会怕你小屁人喽？要不你试试？哟呵，怎么，你咋单上还要平衡啊？但是以我从人数看，你也不占优势啊。二狗子，给我吃了，干他，吃了。不好意思，等。你们能不能老说句话呀？你们，兄弟，咱们合作愉快啊！你个王八蛋啊！你个屁人是吧？你看弟弟熟，你看舌头上都看人家欠中毒了。现在什么也别说了，钱我还你，瓶子你还给我。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前一分钟还可以啊。不过现在这个瓶子已经换主人了啊！那你先骗子给我。哎，兄弟，出来会最重要的讲道理啊！你看好了，我这真金白银买的。哥，咱们该早睡觉。哎，大哥，
我是在楼下看这两个小子这么眼熟呢，咱们的衣服就是他们偷的。今天不说衣服的事儿，咱就说瓶子。你看我拿瓶子过来，他给我钱，但这俩钱是假的，他又把瓶子卖给了你。那现在这样，我连钱还给他，他连钱还给你，那瓶子是不是又是我的了？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你放屁！你这什么狗屁逻辑呀你？哎，兄弟，我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，假不假钱那是你俩的事儿啊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那没啥事儿，你跟我先走。哎，弄等一下，这个瓶不瓶子的也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我既然卖给他了，那就是弄给他的事情了呀。我靠，人家什么意思？这人家我喝了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拿那切葱花的小人跟我在这嘚瑟啊！你去打听一下道上啊，你石板哥也是一号人物啊！你俩这点破事儿，别把老子往里扯啊！我不管，今天要不把瓶子给我，你谁都别想走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凡事都讲个证据啊！谁来证明这个钱不是你半路上掉包了，又想拿回来换回瓶子呢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想黑吃黑啊你！说好的诚信交易啊，你现在还咬人是吧？你看弟弟舌头上还有假钱的印子呢，这样你怎么说啊？哦哟，舌头上涂点颜料就说是假钱了，那我还说你的瓶子是假的呢？我呸！哎呦妈！你拿去验，假一赔十，假一赔一百。都他妈给我闭嘴！谁再敢多说一句，我他妈弄死他！你也给我闭嘴！你个鳖孙，你连一个狗吃了你！放屁！你个土鳖！我跟你说，既然交易了，大家讲诚信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？你说是不是？啊？兄弟，冷静，你好好说啊！你还年轻，别太激动啊！我年轻什么？都别动！闭嘴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妈的！台上号也买不到房啊！靠，靠，靠！快点走了，快点，走，快点走了！你们两个，给我站过来！刚才你们一个个的不都是挺凶的吗？啊？还跟我捋顺序讲道义是吧？我呸！现在起规矩我来定了。你不是要花瓶吗？啊！我给你啊！就你啊，还跟我说什么江湖道义？我说过一句卖你了吗？你这枪就三发子弹。我们这么老些人，不信你敢开枪啊？你也不问问。我石板的兄弟，哪个不是跟我出生入死啊？会怕你啊？哎呦，能不是出生入死吗？能不是江湖道义吗？啊，别兄弟，哥就想给你讲个道理。又他妈你给我讲道理！哎，行了啊，给我个面子，我大哥再怎么说也是江湖中人，我江一辈呀！啊。我看你们一个个的精力都是挺旺盛的嘛，啊，吃饱了撑的是吧？这样子吧，都给我站起来，快点，向后转。这不是九哥吗？行啊，托尼，生意做得挺大。怎么的，赚钱了就忘了九哥了？混口饭吃呀，九哥。我这朱老板也从你那出批货，有这事儿吧？不愧是九哥啊，消息就是灵通啊。你也知道啊，我们走黑货的什么都做了，赚点小钱吗？小钱？我看是笔大买卖。哪里呀，九哥？听兄弟一句劝啊，居老板这件货您还是不要掺和的好，下期您出货我保证给个好价钱啊。是吗？
那如果我就非要掺和掺和，九哥，你买不起啊。几斤下一跳，永远运错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Ha ha ha!
刚刚这个游戏大家玩的都应该是很开心的吧？啊，特别的开心了！都给我站好了，地上的东西两分钟之内打扫干净，赶快，快！可可，去办公室里面把所有的胶带都拿过来。好，快点啊！加油啊！你行的。我在前面等你啊！加油啊！我他妈不是来健身的，你走吧！你是最棒的，我们要被脂肪说弄。加油！加油啊！最后3米，最后2米，我们求求你，默默吧，再别折磨我了。最后的1米啊！漂亮！我就说嘛，只要坚持，就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了。哦呦，我跟你说，算你小子运气好啊！今天正好胶带不够用了，你等我大哥回来的，弄死你！你真快啊！我主要是放不下兄弟们。大哥，要不咱们跟他拼了吧？保存体力。霍华，能够过来一下。走走走走走。经理啊，哎，我跟他们也跑不动了，要不咱们报警吧？万一待会儿人越来越多了呢？看来这个不报警呢是不行了。这样吧，你先过去看着他啊。今天我们健身房里面出事情来了，你赶快走了。好嘞，好嘞，改天再来吧。呀，经理，胶带好像不够了。经理，天哪！五九缺吗？老天给你关上所有窗的同时，会给你留下一条下水道了。我说我今天怎么那么不顺呢？啊，原来老天给我这么大的礼物啊！哈哈哈哈！既然这么热闹，就让我来猜猜你们啦。我当然认识啦，这里的王经理吗？火火，我的教练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要跟我交易的洗板哥吧？怎么样，货到了吗？哎呀妈呀，
那你才是托尼啊！自己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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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场误会。哎呀，哎呀呀！我让这帮野犊子给我玩了，你哥差点被累死呀！快帮你哥解开，咱俩继续交易，价钱我给你加一倍。啊！原来你把我当成这里的王经理了。啊！一场误会呀！你给我等着啊！你看我怎么整死个瘪犊子玩意儿！你们两个又是一个什么玩意啊？哎呀呀，可算是碰上自己人了！哎，兄弟兄弟，还是楚老板派人，特地来找你交易的。哦，啊，你是居老板的人？对对对对对。知道我托尼能混到今天靠的是什么吗？是他没有任何谎话能骗过我的眼睛啊！居老板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？这么大的买卖怎么会叫两个生面孔来做呢？薛，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他真是朱老板派的。我还有谁知道这批货？我不知道。你以为我很有耐心息吗？最后一期，九哥，是九哥安排那个局让我们去拿瓶子的。我们有个女儿现在在医院急需做手术，我们都是为了那个孩子才被迫和你交易的，我们都是迫不得已，求求你放了我们吧。三，让那个王八蛋知道你卖了他，你有的就危险了。哎呀，九哥的人吗？早说呀！原来你们认识，这就是拜九哥所赐呀！我，那既然你们都替我交易过了，那货跟钱我就谢谢你们了。哎，不，兄弟，你赶紧把我解开，把他们绑起来，然后换个钱，咱俩一人一半，啊！齐板哥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枪好像在我这里呀、啊！哎，一个小瘪犊子玩意儿，你怎么要黑是黑呀、啊？谢谢各位了，西游铁包容啊！我他妈跟你拼了！快点，快点！
让人欺负他。再说回来，让一夕带妞妞到最好的医院，你说这怎么？箱子里有妞妞给我们的信，回来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帮我照顾二三儿。你给我站住！我这就他们拉住他的，我要去宰他们！父母的祸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救护车已到，放心吧。我不是来帮你忙，我是来拿回自己的东西。自不量力。
的串串了。西冷牛排一份。好嘞，我先走了啊。